我这饲命稳定，在在我阿爹饲命，爸母见我敢若说我稳定一个五十无惊。阮老爸真在前，伊伫咧做教头，是会讲伊伫咧保镖，时常伫咧外面的所在，也贵所赚的钱。若是看到迄个艰苦人，伊就是拢转过来援助啦。才到一日，阮老爸疯癫，阿婆伊去上惊城去，来再见过肺乌纱，去无良心的贪图，放屁又上。因病断，阮老爸身受重伤倒转啊！分到厝内面的钱也已经开完，内在钱开了后，阮老爸将阮也无法度依靠，一命离开这个世界，厝内面是断寸的，人生都爱入土为安。可是阿母的报纸，是来来给阮阿弟啊，伊也无。听啊！啊，你这哭真歹听呢，搁一个哭好听的。哎呦喂，哪个哭是？你啊！哎呦，你总共听到？我当时哭着你听的。哎呦，我有听到你哭安尼大声。阿舅啊，你给我到上班了啦，阮阿爹又准备安怎啦？哎，这阮大兄，说起我都死无人哭的。安尼个害死，不过伊做人真好个，伊拢在铺桥做路个呢。较早我准备失败的时阵吼，人伊嘛有助我呢。我做生意做成功啦，啊，拢讲是阿土啊、甲阿蛇啦、甲靠笑个啦。哎呦，阿蛇你又讲遮死人？哪个死人啦？靠笑嘛死啊，阿土个嘛死啊。哎，我唔知，啥物我袂讲。伊来搞我做，哎呦呀！啊，伊讲哦，内场当咧乱，啊，找我去，我大家拢咧陪，要我了一个好卡去。伊讲我做完事，第二个清苦啊，甲清苦拢无伊，啊，我无半仙，所以我叫这两个人害死啦。